现在我给你看啦、啊，六月五号吗？2020年之前，我夜口跟他做个这个夜口跟他做，他那个时候老板讲，现在差不多六月五号了啊，三天是一月二十二号做个啊。他那个时候我有 check 他的东西，他那个时候他讲不会跑。好 ，OK， 你去 scout 车一下，好，我给你知道。是啊。啊 ，scout 好。我给你看一下，看个高个。啊，快点给我 scout 一下开冷气，开冷气他就会跑那个风扇。开冷气一下。啊，这个也没有喷射组，他 compressor 不会走。啊，他 compressor 不会走。